So business class passenger, could you bring to the aircraft? 哦，这有点大，可以放在上面。可以。OK。我等下舍不得你们兄弟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做商务舱，拜拜。那个玩了十几天有什么感觉？好累哦。为什么？一直逛街很累，一直吃东西很累。没有，吃东西不会累。It's a baggage. It's a little bit big. So business class passenger, could you bring to the aircraft? 哦，这有点大，可以放在上面。可以。OK. OK. Thank you. 你听懂英文？真的假的？除了吃还会听英文了？我等下舍不得你们兄弟。我也很舍不得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做商务舱，拜拜。你舍不得爸爸？很舍不得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哦，加油。好。等下见了。啊，因为你们坐商务舱，我们坐头等。乱讲。好爽，好爽。每个人都说你很可爱。是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拜拜，拜拜，你看一下我们的，拜拜，这就是新台币的力量啊。很多人拼不出来这个单字，我们通常是吃这样拼的，我们是这样 T H E N O N E N O N， 他怎样拼你知道吗？你们看他的逻辑是什么？他说抖音教的，我傻眼，我当场笑出来，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去记，但他真的记住了，虽然很像智障。哎，谁放屁？是不是你放屁？是你放屁，苏俊，还是他放屁？不是他，还是我放屁？不是他，是谁放屁？你放屁，他这样记的，他说、欸、放屁谁放的？这个是一种自然现象，谁放的？他吗？不是，我吗？不是，是你，他这样记住的。我当时傻眼，我说我靠，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嘛，对，因为他真的记住了。老板，小恐龙，有拿小恐龙，带小恐龙。